我是董卿，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2009年，我来到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然后很快就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的首届论坛，从此也和上合的合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行政学院不光培训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20年来，我们培训了也有1000多名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专家学者和干部，我们也结下了很多的友谊，留下了很多美好的故事。回顾我们走过的不平凡的20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我们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各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共同举办上海合作组织治国理政和领导力论坛，很期望通过这次论坛，上合组织国家的公共行政机构、培训机构、智库和我们的相关的机构一起加强务实合作，大力弘扬上海精神，